32岁嘅吴业坤凌晨突然公布成为孕夫，未够一日已经有网民查到坤嫂正是27岁嘅日本演员滨口爱子。据知大学毕业的他曾经任职记者，名副其实是新闻之花。原来坤哥坤嫂早在2019年就已经相识，坤哥当时同3个友人在 K 房入面唱歌，而坤嫂爱子正是其中一个听众。唱完歌影合照嗰阵，坤哥已经同爱子膊头贴膊头，坤哥嘅头仲微微倾向爱子，话唔定坤哥当时已经对爱子好有好感。